赶快把遗嘱都写一写。冲啊！啊！莎莎，快过来！不，我要替撒出来。啊！克拉格死了，莎莎觉得很抱歉，觉得你的脸很抱歉。啊！来是射的，总算我一穷无赖来跟我拼酒。我们有新的肉靶，是挑战者，准备开始。格尔萨克和乌丁，轮到你们了，旱鸭子。哎，偷！哎，干嘛戳我啊？乌丁，快起来，换我们了。快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啊、哦，好痛！好了，好了，大家快来看这场逞凶斗狠的比赛，挑战者来自远方。是神秘、危险，外表也有点邋遢的臭海盗团。现在进入场内的是最厉害、最神奇、最强大的这啥？真的假的？全身抹油的猪？我开始觉得这一点都不像职业赛。随便了，抓到猪就算你们赢。我们应该来点更刺激的挑战，从自由港下水道来的托托强盗，不啰嗦，绝对让你一命归西。他是首屈一指的守卫，最惊人的精兵，可最硬的硬汉，他的名字就叫路德威。倒下了，真精彩！这群二处海盗团实在厉害，不过小心了，因为下一个对手可是残暴野蛮的化身。这位勇士都跟鱼一起睡觉，没唬你，他是自由港的狂人，利恶图拳道的达人，威猛的凶拳猎人。现在欢迎沙暴猛拳托沙克。
也想对抗我？蠢猪，让我来好好教教你，不敢相信。